手拿大型看板，志工穿梭在人群中，提醒大家要减轻地球的负担。现在全球暖化又那么严重，然后气候变化又那么剧烈，然后要到垃圾的时候，社区也会有分类，可以丢到该丢的垃圾桶。响应世界地球日，新北市林口四大住宅社区联合举办云游会，此季志工受邀参与，还带来宝特瓶鲸鱼，宣导海洋被污染的严重性。鲸鱼是深海的那个生物体，它已经浮上来了，然后又搁浅在沙滩上，表示这个垃圾已经在海洋里面是很深层的，它不是表面上游而已。同时设置摊位，让住户从环保游戏中认识节能标章，在生活中落实。教育小朋友看，从小要学习环保啊，然后从生活中做起，做习惯了就会习惯成自然。人来走出来，来支持着这个活动，展现着出来讲咱爱这个地球的决心。赞！美化社区，大家一起行动，就能够让地球更加美好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志清、罗顺仁、王玉琴台北报道。